隻雞唔使攞啦，慢慢你自己都遲早發布啦。你係咯，你真係好發布，你仲攞嚟做咩啫？又要屌佢唔理，起碼又要拎個張片嘢翻嚟影印，執紙啊！最主要你係高骨風，你唔需要。
广场。The next stop is Taoyuan Tea Plaza. 下次是卢文贤广场。